我江云有一剑，可搬山倒海，摘星降妖，伏魔射神，催神开天。玄七宝战甲，右手青塔，李靖下凡。是天尊。天尊召我，况且天山不可一日无主，我分身还未下凡，让我去救主。尊上，我已将他重创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是。烈化。我的修为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既然如此，你的妹妹，我就不客气了。